己内在仍然系好多嘅，无论我点样去爱人，点样去做，里边咧好多嘅背叛啦，好多嘅猜妒忌啊，或者好多嘅黑暗面，其实呢啲都系关于我自己。但系我嗰个心咧，旧年我就系知道，我系寻找紧一位老师大师帮我。其实我系知道。我老公知道，我同佢讲，我等紧一位老师，咁就系喺七月份咧就遇上阿法朗，咁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姻缘，我遇上阿法朗，咁喺呢个课堂里边咧，系就系好似阿法朗讲，佢俾你嘅工具咧系直接一刀切，系好短嘅时间，你三天课里边咧，你系深不可测。你是没办法想象到他给你的工具是有几深。那这个是一个彻底呢，因为我自己呢，其实我去过合一呢，其实我可能去过八次九次的。那其实我都上很多堂。那我自己我不是以为自己搞定。我知道自己要搞，但我不知道原来去到那么深，是那个去到那个无意识呢，你是完全不知道我嗰个痛嗰、那个深度系咁厉害，我系唔知道，但因为我系完全躺开去经历，咁所以嗰个深嗰、那个痛咧，系你哋亦都只有系阿法朗可以做得到咯。咁當然我哋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地方靈修嘅地方，但系阿法朗對我哋系真係好大好大嘅愛，佢對你係個，即係你一班學生，但係佢係針對每一個人，佢唔係針對整體，咁所以你其實係一個個案咁樣喺一個課堂裏面，你唔好以為你係一個整體，佢係其實你乜嘢佢都睇通曬，你要做啲乜嘢佢係會幫你一刀割落去，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追尋，真係想內在嗰個平靜嗰、那個自由。那个真是我要去怎样去经验我的人生，怎样去拿我们的力量出来的时候呢，那这个课呢是我们不可以错失。我都很爱你们，我都很想你我们一起走上这条路，这条路就是我们其实就去享受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怎样可以在一个宁静的状态去走我们的过程呢，的确在这个三天和七天里面，不要讲七天，讲了三天先。三天里面你真是有很大的收获，所以我亦都会一起服务大家，我的心是很爱大家，我是很想大家可以好像我今天这样黑暗面我见到我疗愈了，我的力量就只是去面对我的生活，面对我的工作，面对我的人生，是一个很自由很喜悦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很多人都说阿Pat，你呢年？